媳妇吧，听到别问。哎呀，我就心疼你呀，该上学去了，上嘛学呀，多可怜呢，上个学容易吗？得给同学啊搞好关系，没准还能当班长。哎呀，啥呀？张哥费嗓子，多喝水，戴口罩，不用露嘴。怎么那么婆婆妈妈？倒点陈皮，看人喝水喝水，别不知道。啥子？别不好意思啊，想上厕所别憋着啊，听没有？倒车，哎，倒好，好好学习啊，别搞对象啊，听见没有？学生就是为学习的。